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最后一次嘅啤李漫步。嗱，咁阿 Trump 啊冇問題噶啦，你認為贏得噶啦？贏硬。阿 Trump 能唔能夠挽狂瀾於既倒啊？似乎都難喎。佢就算上咗任都難嘅、嗯，就算俾你做翻，你要挽狂瀾於既倒喎，要幾難啊呢件事？不過我啱 check 翻咧，一八四六同一九零六都冇乜大事發生。零六有啊，零六咩丙午風災啊？屌咁啊呢啲，咁先三足啊啲啊！鴉片戰爭是早過香港佢開埠，係啊，佢發生啊嘛。嗱，四萬人死於洪水，四十多萬人受災，要勉強啲嗰陣，都 OK 噶啦，有得幾廿萬人受災咁啊，都算係啦，係嘛？四萬人死於洪水，嗱，四千咧。你話阿 Trump 贏翻嗱，其實講真啦，個勢局就係咁樣啦。嗯。啊，我認為咧。我認同阿蕭生，我哋係冇權去投票，係要美國人去選擇嘅。我就算到而家都好，我係不能夠讓做馬作弊嘅人贏選舉咯。如果你美國人真係覺得何錦麗可以贏到嘅，咪贏咯。我唔會理個世運係點㗎，即係因為佢。可能令到個世界更加混亂，甚至乎打仗，甚至乎世界末日都冇辦法㗎。成日話天塌下來也是一樣，要尊重個選舉結果。你打住個民而家，我唔知點解阿蕭生咧，好似忘記咗當日佢自己嘅分析咁樣。2020年嘅選舉係一定好有問題，我唔夠膽話一定係出術啊，係極有問題。如果咁樣，你哋都話係。啊冇啊！嗰啲法官都話唔係啦。哦、啊，呢幾個訴諸權威呢個法官啊，咁你就不配稱為一個獨立思考嘅人。我唔係特別講蕭生，我係任何人，包括我啲網友，或者我唔用知識分子咧，或者即係不配做一個有正常思考能力嘅人咯。老實講，如果佢受理曬法庭。受理曬當日提出質疑訴訟嘅人嘅 complain， 而最後得到個結果係認為證據不足嘅。雖然我哋係眼白白睇住佢做馬，都無可奈何。咁我都只能夠即係認巢啦。喂，唔肯受理咯？點解 ？Too late 啊 ？OK， 又或者話喂，咁我早啲嚟唔得喎，都未選，你點知人哋一定出啊？係亂曬大龍，嗯啊。咁你去到咁樣嘅情況咧，係唔尊重選舉嘅時候咧，其實嗰個就唔係話你係咪阿老蕭講到好咩㗎？有咩尊重少數，少數要服從多數，嗯，但係又要尊重少數。但係如果你嗰個係呢啲所有，我哋梗係明啦。你要基於一個公平、公正同埋令人信服嘅選舉啊嘛。你如果不公平不公正，又或者其實你是公平公正，不過不能令人信服的話，你都要做足所有事去令人信服。好像昨天阿正補充一樣東西，有幾個州是不給人家說喂 in case 是 in case， 如果有爭拗或者不能夠去到多少%的話，於是乎人手點一次都不得，那為什麼不給人手點呢？那你這些是不是令人家就算冇蠱惑都覺得你有蠱惑啦，淨係咁多啲偷渡啊！係啊，去到美國都未做公民就已經可以點解可以投票咧？唔係咯，係啊，點解可以咧？如果係咁嘅，咁你係不如你開放曬全世界70億人俾人哋喺海外投啦，咪仲方便係嘛？即係嗱，我其實係好擔心咧，阿 Trump 上台之後咧，你睇而家咧嗰個 Deep State 嗰班友咧，嗰班左翼嘅，佢係唔會咁順攤嘅，一定唔會嘅。於是乎阿 Trump 可能要擺好多時間精力咧喺個國內入邊，所以有好多其他咧唔係你啊嘅術數KOL 啦，我用 KOL 嚟講咧，係認為阿 Trump 上台咧係重大鑊嘅，用呢一個角度睇啊，因為佢哋係唔能夠有時間去睇外邊啊，但係縱然係咁，屌諗話天塌下來咯，天要下雨，糧要嫁人，有咩辦法啊？係咯 ，OK， 好啦，嗱。今日咧，佢好長嘅呢個故仔，但係大同小異，我就唔講到咁細節啦。英國
有個女仔叫 Julia， 又係叫 Julia， OK， 佢咧啊俾咗一啲説話出嚟，因為點解咧？佢細個經歷好差，嗯，我所以佢細個嘅時候咧，喺佢十一二歲嘅時候，佢嘗試過自殺，但係喺佢自殺正準備要死嘅時候咧，佢突然間又見到時光隧道，唔係時光隧道。佢有嗱，佢哋嗰邊咧有啲 New Age 或者嗰邊西方人咧，好成日認為有守護天使啦，身邊有人同佢講有天使啦，同埋身邊有啲守護神同佢講，叫佢喂，叫佢未夠鐘死，教佢好多嘢，點樣可以繼續去存活？OK， 咁所以佢嗰次度咧，佢最後咧，佢翻返呢個世界，嗰陣時係佢自殺嘅，但係啊過咗十幾年，佢廿幾歲啦，佢又即生活上面經歷到好困難，佢真係頂唔順。於是乎佢再去自殺 ，OK， 咁嗰陣時咧，都係佢又聽見嗰啲咁樣嘅啊所謂守護神啦，啊，再同佢 recall 佢，而佢翻翻嚟啦，佢就將佢嘅見到嘅嘢講嘅嘢講翻出嚟。嗱，佢講嘅嘢咧，就其實同阿羅文信嚟講啦，或者有啲 New Age 嗰啲人咧講嘢好接近嘅。咁當然啦，我哋亦都可以認為佢哋新派或者歐美嗰扎友咧，往往就係會有，因為可能有啲人就會話佢哋受過睇嗰啲咁嘅書啊，受呢啲影響啊咁樣啦。咁佢有好多佐證證明咗，佢應該係喺一個不知情嘅底下而得到認知嘅。譬如佢昏迷嗰段時間係冇意識噶嘛，醫生同佢做過乜嘢？佢啲屋企人探佢，同佢講過乜嘢？佢竟然係全部係知道曬嘅，等等啦。嗱，我就長話短説啦，因為個主要唔係講呢啲。佢話第一咧，其實咧呢個講法，阿 Lawrence 我唔記得佢講過，唔知邊個即係人講過嘅嚇。當然唔係 Lawrence 講啦，係佢睇書入有人咁講過。佢話其實每一個人咧，這個 Julia 話係都有選擇嘅。嚟地球咧係一個 lesson， 係一個課堂。嗯，喺嚟地球之前咧。你其實係知道你將會經歷啲乜嘢嘅，而喺呢個課堂學習咗之後，學到最後畢業啦，你就會去到一個地方。如果用我哋嘅講法就係唔使再受輪迴之苦啦。阿 Julia 咧話佢喺嚟呢一世人之前咧，其實係知道好苦嘅，所以佢嗰啲守護神啊，或者佢啲祖先啊，同佢講過你唔好咁樣啦。因為點解咧？原來今次嚟咧。是想經歷三個人生，咁咧連佢啲守護神都覺得你咁樣頂唔順嘅喎，但係佢一意就想試下加速啲，即係擺脱輪迴啦。用我哋嘅講法就，咁於是乎將三世嘅悲歡離合擺埋一齊，咁你梗係好啦，難頂啦，一世都難頂啦。咪咯，所以就會出現咗佢十幾歲同埋佢喺廿幾歲嘅時候都分別自殺。咁十幾歲自殺一次，廿幾歲自殺一次，咁啊兩世嘅咯喎。唔係，咁佢兩次都冇死。咁因為係第二次咧，佢 recall 翻嗰個守護神就講，一早就叫你唔好咁樣夾硬嚟啦，因為你咁樣嚟修練咧，好大鑊嘅。好啦，而佢亦都喺嗰個貧死或者同啲守護神嘅時候咧，佢見到好多未來嗱。我頭先講呢個係一個 build up， 其實我想講佢見到嘅嘢。佢話咧喺過去二十幾年，即係由2012至到2032年，即係我哋自己都過咗十幾年啦。佢話呢二十年咧。是人類的黃金年代的開端，真正的黃金時代呢，人類啊，在2032年，即是還有8年就會來到，這個世界上的，你就自己去夾一夾，OK，阿毛叔，因為為什麼呢？那時候我不知道聽你說還是Lawrence說，說我們九雲是很亂的，所有的東西要清啊。是我講的你講的其實很多術數家都這樣講，因為點解咧？你一運的時候由頭開始過，是應該是一個好的嘢，好嘅好嘅世界嚟嘅。好啦，阿朱爺話喺佢睇翻過去幾千年入邊，佢唔係喺睇歷史啊，喺那個空間度睇人類社會充斥住權力啦、虐待啦、掌控啦、壓制啦、腐化、貪婪。少數人擁有呢一切嚟控制住民眾，而呢一個黃金時代咧，係會帶嚟全面嘅平等。OK， 佢話過去呢一個係而家我哋經歷緊2024、2025年咧，就一個轉折點，就係因為算帳嘅日子將會來臨啦。我哋見到目前嘅嘢，包括宗教、政治、
高上流社會的虛假全部，其實我們知道這些東西，但我們沒有證據，還有因為要維持某個情況的社會平衡，是由這個2024年、2025年我們會見得越來越多。於是乎呢，當這個轉折點開始的時候呢，我們會見到很多真相，而這些真相呢的透視呢，就會令到越來越多腐敗的掌權者呢是會暴露在人面前。於是乎呢，有純潔心靈的人，他這樣說，我就不覺得純潔心靈的人做到這些事，就開始會慢慢慢慢去取代這些人。而去到2032年呢，一切都會平靜，人類會踏入一個新的生存方式。 OK， 而去到2040年、50年呢，是在一個物質上面，人類的社會在一個物質上面，我想這裡是難理解一點，都會有變化。那我就只能夠推斷，是不是去到2040、50年的時候，我們那個科技，特別是現在的量子電腦啊，或者是量子力學，因為超級電腦就會發揮到的作用，是會令到我們的科技再突飛猛進，於是乎我們突破了現在我們這個維度的生活呢。那這個呢就是Julia 說的部分。另一部分呢，他說呢， Julia 說呢，外星人呢是會越來越接近地球，他說又是2024、2025年呢，是會是一個高頻率這樣出現在我們地球人面前的。他說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說北京、天津，即是我們之前說過的，都有很多，不要說外國。他說呢我們在這個變化過程裡面，在現在這個世界變化過程裡面，他在那個空間電腦，我們會見到很多驚心動魄的東西，咁當然好多人驚啦，但係咧，終於都係會見到曙光嘅，捱咗過去，就2032年開始，好啦，2032年未打一運嘅喎，2032年未，2024年今年先開始入九運啫嘛，咁20年咪2044年先開始入一運咯，係咯，喂，嗱，佢呢度咧就話咧，要去到2040年或者2050年之後咧，人類就會生存在一個更加好的世界喎，是不是會是這樣呢？嗱，佢就話佢就講到2044、2040幾啦。咁我哋就講即係佛教有講過，有本經有講過係要等而家呢個世滅咗啦，跟住下一世等彌勒菩薩降生先會，人類先會進入一個最美好嘅時代啊嘛。但係嗰個要等60幾億年喎。要計翻嚟要等60幾億，因為一個地球要經歷地球的一個時期，一個叫成住壞空的時期嘛。我哋而家60幾億年啊，因為佢條數好長嘅。咁因為我哋而家係處於壞的時期啊嘛。咁去到空的時期，彌勒菩薩就係嗰段時期落，再降生世上，就將呢個世上要渡嘅人全部渡走曬，咁就呢個地球就進入空的時期，即係地球完全滅亡咯。咁但係我哋就講到六十幾億年後咯，即係我哋喺呢個咩？我而家係處喺咩話？處喺呢個壞嘅時間，係啦，即係壞嘅時間都仲可能有幾十億年喎。係啊，係啊，因為佢一個年，佢一個時空點嘅，即係成住壞空嘅點嘅，人要由84萬歲一路跌到60歲，再由10歲去到84萬歲，一個循環先叫一期喎。哇！你成住壞空4期喎。OK， 咁84萬、84萬都唔去到60幾億㗎。佢係84萬一期啫，一期佢仲要經歷一期裏邊仲有分大中細三期。佢真係將84萬嘅三次方唔知乘幾多次方，係好複雜喎條數。咁即係話咧，我哋去到而家呢刻咧，就唔好諗咁多啦，都係用翻我哋個生活形態，係啦，去生活，係啦，用翻眼下生活。咁快諗住屌你就嚟冚家產啦，就嗱嗱聲去叫雞洗曬啲錢都唔好，喂，冇咁衝動。OK， 好啦，咁當然啦，以我哋嚟講，咁係一樣要買嘢啦。今日就特別啲啦，嗱，我就買幾樣嘢啫，都係風水好咧。2025年咧月至蛇年啦嘅風水法器啦，應該咁講。嗱，首先咧，出年咧，嗱，你哋我就唔會，你哋去買我哋嘅。那個風水套裝呢，其實呢就會有曬呢一啲咁樣嘅指示啊。呢度呢，嗱呢一個呢就是個方位圖，即係你每一年呢，你舊年買嘅嘢你今年都可以嘅，即係亦都有埋個有埋點樣擺，有埋點嗱點樣擺邊度，有埋自教你哋嘅。咁呢個我就唔會講到咁細啦，因為點解你要俾錢㗎？
即係話東南西北，東北、東南、西南、正中，你都係要擺唔同嘅嘢。咁係咪要擺曬咧？可以嘅話，梗係擺曬啦。啊，但係有陣時為你間屋未必就到咁樣噶嘛。咁啊，盡量睇你需求啲乜嘢啦。啊，咁佢最簡單咧，最好咧就係買我哋嘅基本嗰、那個啊風水套裝。嗱，千祈唔好諗住個風水套裝，淘寶賣幾多錢？因為嗰個係唔包括人哋點教你擺，係啦 ，OK， 淘寶係唔教你擺嘅，係啦，同埋佢教你擺，你信唔信一個咧？係啦，咁阿風水豪咧，嗱佢咧所有產品咧，理論上啊，唔係理論上，實際上都係啦，實際上係開曬光嘅，梗係啦。咁、okay? 我咧將會抽起你嘅擺個開光證喺度，我掉咗咧，屌你咁樣核突個開光證，因為點解咧？係信你唔信嘅啫。一開光咧，其實唔係一定要大德師傅啊、和尚啊，其實你普通人多，你自己都可以開光嘅喎，但你識唔識咧？你有冇呢個誠心咧？啊，咁啊呢樣嘢係重要啦。嗱嗱，譬如話出年咧，喜慶位、偏財位、文昌位、破財位、是非位、兇煞位、桃花位、正財位、病位等等，我應該要擺啲乜嘢咧？啊，但係好多朋友去望病位啦，咁全部可以買我哋嘅基本風水法器，而且非常平，係，仲係可以用一世喎。係啊，嗰下先大鑊喎。係啊，好啦，你年年用翻嗰套嚟調位得㗎啦。係啊，調位得㗎。好啦，我哋今日介紹下 ，OK， 呢個我哋用 AI 搞出嚟嘅相嘅，好睇下先。嗱，呢個係咩嚟嘅咧？我個靈魂咒咯。其實咧，我老婆又唔知點解，我叫佢影嘅，佢就唔使影埋下面堆草嘅嚇。嗱、啊，呢一個咧係靈驗咒，啊，靈驗咒係咩嚟㗎？靈驗咒係佛祖第一部佛祖宣説嘅一部經嚟嘅。咁咧佢係佢將嗰部經咧，嗰部經叫靈驗經。係。咁佢將靈驗經嘅中呢、這個靈驗咒咧就係靈驗機嘅中心思想。係。Okay. 就將佢寫成個咒，咁就攝落個桶裏邊俾你帶住就可以保平安咯。嗱，靈驗咒咧，我哋上次講嗰個故事，一陣阿風嘗試補充啦。佢係萬咒之王，係眾咒之尊。眾咒之尊，嗱，基本上咧係抵擋一切即係惡法啊咩都嚟嘅。咁啊，個事就係個徒弟啊，邊個啊？有個柯蘭珠姐，佢有條女，係俾魔女迷惑。係啦，就係嗰啲帶你去個十世情人嚟嘅喎。係啊。喂，好啦。咁啊，佢為咗柯蘭珠姐，為咗要修法啊，就肯定要即係避呢啲男女之慾啦。但係俾條女揾到，喂冇辦法啦，係咁想誘惑迷惑佢。咁於是乎咧，喂唔對路喎、啊，佛祖就俾咗呢個係咪我咁大隻咁樣啦？即係呢個靈驗經靈咒佢、啊、，OK 就保護佢，令到佢條女同埋條女個老母唔知佢老母唔知叫咩名嘅，即係啲魔人嚟嘅嚇，就不能夠侵染佢。嗱、啊、呢一個咧靈驗咒咧，其實咧係即係嗱，凡真呢樣嘢，我唔知啊，我哋有冇網友請嗰啲靈驗咒翻去而死撚咗啦，或者好不幸啦，我唔知啦，佢死撚咗話唔會俾佢聽噶嘛。嗱、啊、sofa 咧，即係我就寧可信其有嘅，喂、嗯。咁我咧就擺架車度，咁我去旅行我都會帶埋去嘅。咁其實好細個嘅啫，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唔係嗰條硬嘢，係硬嘢入邊有個咒嘅，有個咒嘅，係嗰、那個阿、啊、風水開個光嘅。呢、這個咧啊，即係寧可信其有嘅啫，488 ，OK， 一個係用一世嘅。咁佢有啲竅門，除咗你爛咗要換之外啊，佢有啲竅門嘅，係 OK， 譬如你可以去。供奉個佛擺喺個佛台度啦，譬如你可以你去廁所應該擺件衫去啦，即係之類，咁到時佢哋會教你，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咧一樣嘢嘅啫，唔信就唔信，信咧就心誠就靈噶啦，呢個係萬咒之王嚟嘅，咁啊488蚊，好下一個，嗱呢個我哋舊產品嚟噶。呢、這個係咩嚟㗎？呢、這個哦，嗰只貔貅阿康正遮住嗰只貔貅，係、哦、啦，嗱呢、這個上面嗰個就係我哋細嘅貔貅，係啦，係啦，上面嗰個係佢嗰個六字大明咒，係誒呢個貔貅係咩料㗎？呢只貔貅咧就掛喺袋出邊，幫你擔街出邊啲財翻嚟嘅。OK， 係啦，掛喺個袋出邊啊，即係譬如我有背囊嗰啲，掛住個掛住喺個背囊度咯。OK， 咁如果我冇背囊冇剩咧？冇背囊冇剩就掛喺條鎖匙度咯，冇鎖匙扣得唔得？都得啊，都得。OK， 呢個細細只嘅啫，係啊，賣幾多錢呢、這個？呢只588。588 ，OK， 好下一張。嗱、这、呢個唔係貔貅嚟喎，三腳金蟬係嗱呢只三腳金蟬擺偏財位嘅，係因為金蟬呢只三腳金蟬點嚟嘅咧？大家知唔知邊個呂洞賓啊？係呂洞賓個師弟阿劉海蟬啊，佢當年咧呢只妖怪咧就喺某處鄉村為禍啦，係咁啊呂洞賓個師弟劉海蟬就去收咗呢只妖怪翻嚟。嗯咁咧就咁啲，跟住咧就將呢只妖怪攞去幫翻啲曾經俾佢害過嗰啲人啦。跟住劉海蟬就發覺呢只
呢只妖怪個特別功能咧，就係將金錢複製，即係佢食咗你，佢吐一個錢，你俾一個錢佢，佢就會吐翻兩個錢俾你。嗯，所以咧就擺偏財位咧，就特別旺你哋偏財咯。O K， 嗱其實咧嗱呢一個係黃旭做嘅，咁呢個我唔記得咗688啦，好似好似係 O K。咁啊，大家嗱呢啲係我哋介紹嘅，今日介紹幾樣嘅啫。咁其實咧，我又唔係話一定要你哋買嘢嘅。咁啊，即係我哋當係識多樣嘢啦。咁、如果你話喂，我而家真係環境麻麻，其實咧，你擺杯水啊，或者擺埋個平啲咧，100-200蚊買個水機啊、霧化器啊，都會催旺嘅作用嘅。如果以風水嚟學嚟講嚇，我唔識㗎嚇。啊，呢一個係三腳善財。好，下一張。嗱呢一個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套風水套冇錯啦。嗱，其實仲有盒啊，同埋有埋啲介紹嘅。嗱，我哋有個五吊錢，我哋有個葫蘆，嗰兩個葫蘆咧就貨今年用嘅。係啦，咁我哋有三隻，嗰啲咩嚟？麒麟，麒麟，麒麟啦，同麒麟嘅嚟化三煞嘅。好啊，嗱，因為我哋間屋入邊咧一定有三煞位嘅啦，唔使講啦。每間屋都一定有。嗱，亦都有啲元寶喎，嗰啲元寶，嗰元寶咧係貨係。特別貨呢20年用嘅招財福袋嚟嘅。喂，即係話咧，嗱呢一套嘢，嗱其實咧應該齊啦，嗬？齊咧，因為嗰啲霧化機啊，嗰啲嘢咪有啲嘢唔齊嘅，咁嗰啲好易搞嘅啫。啊，話買杯水嗰啲就係啦。你咧基本上咧買咗呢一個套風水法器，喂，咁你跟住佢入邊，因為咧嗱，譬如舊年同你買一個朋友咧，你舊年我哋你話就得㗎啦，我信你嘅。你 WhatsApp 翻我哋84811079，咁我哋可以將翻今年咧嗰啲咁樣嘅九宮飛星圖咧啊 send 翻俾你，咁你咧就跟翻今年個九宮飛星圖咧去擺放翻你嗰啲咩葫蘆啊、五吊錢啊等等，咁其實就可以用就用一世㗎啦。咁當然啦，你話喂唔係喎，係冇上落應該，我唔會消化咁多啊，即係如果你消化唔切㗎，我翻返嚟。嗱咁你話唔係喎，我真係想揾下風水豪去睇下風水喎，得唔得？得冇問題。喂，咁啊，打電話上嚟預約。係啦，預約。嗱，風水佢提供咩服務咧？我哋話今次我而家做曬啦，八字批命幾多錢啊？八字批命1000蚊一個。係啦，陰陽宅風水唔講陰宅住，講陽宅。陽宅10蚊20蚊尺。20蚊尺。寫字樓。寫字樓就20蚊啫。25蚊。係啦。5蚊。係啦。公屋居屋。公屋就4500全包，居屋呢？居屋都是短尺計，好嘅，都是短尺，居屋當我私家樓啦。係啊係啊，好嘅啱嘅，好啦。咁啊，問事求卦一般嚟講100蚊之卦啦。係係。流年運程幾百蚊咯，淨係問九啫嘛，500蚊啊。擲日改名奇門遁甲紫微斗數，奇門遁甲特別貴啊！我話俾你聽。陰陽和合係咩意思啊？陰陽和合即係你想求姻緣咯。因為同老婆，你咪求姻緣咯，你陰陽和合令我諗好多嘢喎，大佬。你同老婆夫妻關係唔好，想同老婆夫妻關係好翻，或者發個老公成日去滾，係啦，啊，係啦，咁啊，我點樣箍翻個老公？係啦，點樣箍翻個老公翻嚟？有咩辦法？箍翻個老公翻嚟要付出代價嘅喎。我知啊，咁點樣要咩代價？幫我老公斷曬所有人緣同翻佢咯。咁即係點啊？咁我老公冇人幫咯，邪法嚟嘅咯喎。唔係冇人幫，冇人幫啫，唔係邪法嚟嘅，不斷不嬲都有嘅。喂，咁你寧願你老公冇人幫，定係寧願你老公有人幫，但係出去玩識翻屋企啊？唔係咯，屌你老母！喂，你老實講，你男人如果你話佢完全冇人幫喺呢個世界上面，佢揾唔到食嘅喎。係啊，冇貴人冇朋友㗎啦。屌你老母閪！咁你要嚟巴撚啊？啊，就喂，咁如果咁會唔會有性交轉運嘅服務咧？冇。OK。呢啲你揾性七嗰個。性七個有嘅咩？係。係佢有啊！佢話揾佢啊嘛。係咩？係啊！佢話佢先幫到你啊！清除業障即係咩意思啊？即係懷陰債咯，懷陰債啊，靈嬰啊，嬰靈嗰啲要揾法事，要揾師傅做法事嘅。咁另外嗰啲咩冤親債主啊、宵業嗰啲，全部都可以寫牌位做法事咯。O K， 好，即係譬如話我有個嬰靈，我心好唔安樂，就可以寫牌位做法事啦。係啦，係啦。O K。排位都有得搞嘅喎，有得搞啊！有得搞，好嗱，咁啊 ，OK， 好，我會嘅，放心。轉曬人桃花，梗係嚴重啦。咁老公去滾下，咪隻眼開隻眼閉咯。係啊，我有辦法㗎，我真係識㗎。唔係啊，佢老公如果滾到好撚離譜，係啊，除非佢滾到唔識翻屋企。唔係你就係唔識翻屋企嘅。你可唔可以幫佢搞到佢識翻屋企咧？我接受啦，佢滾啦，識翻屋企啦。嗯，又可唔可以咁樣？可以，就唔使話斷曬佢所有桃花啊嘛。係啊，可以嘅。咁可以，但你要容忍佢出去揾咯。但係我係幫到你盡就去識翻屋企咯。
喂，嗱，你睇過我條命㗎啦，我桃花好重㗎嘛。係啊，但係我桃花重，我唔係好多女喎。咁係咪桃花重係咪真係咁啊？我譬如我而家做呢啲啊，都關係咧。唔係多女嘅意思係咩先？冇女埋你身啊，定乜嘢？你嘅桃花係好多女喺你側邊周圍轉㗎喎。喂，你講啲咁嘅嘢，我真係冇喎。冇。周邊好多女圍你周圍轉喎，唔係啊，咁你咪換個周圍轉。唔係你話你嗰種桃花係要食咗先算桃花定未食都算桃花先？未食就唔係桃花啦，係嘛？哦，咁你要食咗咁，梗係冇乜啦，係。哦，咁得啦，大佬冇你咁講嘅，大佬。哎呀，咁事實上你如果你話未食嘅，算不撚嘢桃花啊，正。係嘛？屌你老母戇鳩鳩嘅啫，所以話你啫。好啦，咁各位如果有乜嘢咧，想揾個風水豪咧，可以 WhatsApp 8481079啦。咁我哋會同你啊 book appointment 嘅。嗯、OK， 咁通常星期六佢都會喺度嘅。係。OK， 好。咁啊，喂，其實咧揾佢哋話，如果你住公屋嘅，我都好抵喎，4500睇完啦，教曬你點擺啦。我連呢份嘢都費撚事睇啊！你有啲人連呢份嘢都唔識睇嘅喎。其實我已經做到好簡單嘅咯喎。個個都係咁做。東南。系咯，偏財位、升職桃花就擺乜嘢？系啊，屌你中宮，出年中宮咧，哇二克巨門星，唔諗掂啊！所以中宮一定要擺葫蘆，系要攞嚟殺化佢啲煞。系啊，我都識啊，而家開始我都可以去，好似阿 Letty 咁去同人睇風水啊。好，咁啊，聽日再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